那就再补充介绍，他这边要跟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做一个勉励。我想去年度刚到这个学校来的时候，很多地方不熟悉，可是来了一年之后，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哦非常的可爱，我们的老师很认真，各位小朋友也非常非常的有亲和力，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，也希望各位同学就如同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，童话大世界，未来不设限，希望各位你将来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，你可以展翅高飞，鹏程万里，也希望我们所有同学你将来成就无可限量，祝福大家，祝福大家毕业了，谢谢。再介绍我们市议员李坤华李议员，让我们再次谢谢校长。